不过这丫头行事的确出乎本宫的意料，他日若说到本宫手下，未尝不是颗好的棋子。是要杀了乌如意吗？要做的像叶鼎里的正常斗殴所致。叶鼎这个地方还没采认呢就敢替人出头是吗？我害他关你何事啊？我倒想看看我华花你的脸，你怎么在我面前摆高贵。义姐金兰从此以后以姐妹相称，是要同甘共苦，相互扶持，不离不弃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武媚娘传奇》。